なんで歩道が内側やねんて謎の歩道乘客朋友们，上车后抓稳扶好，车辆运行中不要随意更换座位。老年人下车时待车辆停稳后再起身，避免发生意外。上车乘客前往临床，请扶好站稳，下一站。赛马场，请准备了过马车。太平洋过去的事儿。公交附近反爬。我不是很羡慕。包车呀！你这样，你放前面的接待区。